不能钓起底下没鱼，就得钓几个，我钓几个才能搞大鱼呢嘛。白切哦，嗯，两白切啊，嗯，这不谁嘛？哎，这谁还给我送啤酒呢？嗯，这是谁啊？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好，好，赶紧拖走了。好，四十三上的都没有了。那个四十三的卡环直接就拉走了，卡环都没有了。哎，杆子在那里，我杆子在那里，我是你仙人，完了。杆子在那里，杆子在那里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杆子在那里，我丢，我的杆子，我太难了，那个清屏了，然后录一下屏，回头发把视频发送我发，我回头搞，看什么鱼，这么凶的。哎呦，我操！哇，好跑掉了！我没跑，我以为跑掉了！哇！我操！这他妈有点尴尬。这只能拿海竿遛啊！我去把四十层拿过来，我四十层拿不了了。你帮我把四十层拿过来，松哥。你过来了没有？对，我杆子我搞到了，但是这没四十层，我估计难搞。我操，三种在不在？三种，你这玉米是真狠呐！打到没有？打到了。来，我帮你拿一下。对，还。我操！等一下啊！嗯嗯。把那个放好。太狠了，这鱼。还没跑是吧？没跑，鱼还在上面。好，没跑就好。等一下啊！嗯。我操！这他妈的！你慢点，等会我拉回来，你把杆子拿着。你往后面推。嗯。哎呦，好，你慢慢把杆子拿着。哎呦，好，别动。好，你先把四五层系上。把它四五层系上。不是，系另外一头。嗯，系另外一头。妈，这个给我拉，直接拉秃了。你这是。好。好，我哎。不是，回来你把那个我把杆先给取了。我把海竿先取了。对。嗯。好的，你稳住啊！他现在没怎么发力了，估计累了。他游了几圈，还好杆子找回来了。对，不然鱼还是小时候的嘛，杆子，兄弟们。刚才就一个拔活跑了。不巧，稍等一下，兄弟，稍等一下，你镜头拉近点吧。你那个兄弟们挡住了吗？那你拿着是啊，我们两个已经同堂共枕的，你来抄吧。哟，你这个抄不进去哦。你抄完了拖上来，别抬，我这个有点短。好，哎、好，抄完小了，抄完小了。哥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杨哥，对不起，抄完头小了，搞不进去了，头抄头了，他头一不是进去了。把钩抄网太小了，
抄网太小，抄网那头都抄不进去啊，没了，勾到抄网上去了，然后扯断了，我丢没了，我丢。